酱油，然后割下来。也没有，我们田区通常都是分散的。像这样子，我们没有做记号，效率就会慢。哦，一个一个看，因为我们毕竟没有使用化学性的肥料，所以它长的速度就突兀一点。一颗一颗这样，像这一颗的话，其实它已经没什么叶子了，因为去年跟今年嘛，雨水少，再加上年初的时候寒流来，很冷啊，其实香蕉会冻伤，它叶子冻伤，所以它尾部有一些都干掉了。然后我们采收的时候看，因为它其实已经没什么叶子，如果放下去它也不太会饱满。那我们都会像看这个香蕉，像这个大概是七分熟左右，它这个饱度其实有一点太过瘦，对，因为水分的关系，水分比较少会比较瘦一点。但是这个差不多可以采收了，可以收了。对对对，差不多是可以采收了，因为它已经没什么叶子了。它为什么要套这个袋子？主要套这个袋子是因为让它比较不会有它的表皮比较不会受伤。而且不是防晒，也是防晒，也是防晒。夏天的话，其实这个太薄了。在夏天的话，我们会垫一些，会在里面夹一层报纸，让它防晒，因为这个比较薄。对，像这个都是第一年种的，它比较矮。我啊，这颗就没用了，就没用了，香蕉采一次就没了。我采这样子，然后割下来，就这样子。我会把它切成一小段一小段。这个可以当肥料吗？通常它是比较多有机质的，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它会引来它的害虫。
因为它害虫主要是没有什么天然防治。它长得，它这个好多那个纤维哦。其实这个都是它叶鞘，有没有？一圈一圈，这个都是它叶子。啊、哦，我们讲的假茎，假的茎、嗯、啊，这个都是它叶鞘，其实它是可以剥开的。剥开有什么用吗？没有用啊，它就是可以长出叶子出来啊。这个就是尾，它尾巴就像这样叶片，有没有？然后就是它叶鞘，叶鞘，然后一层一层把它包起来，这样子。啊，它一直长，所以这个是它中心出来啊。啊，其实它的根，它有点像那个水仙，它根其实在下面这边一球而已，这样一球而已。这个是它自己长太瘦了，但是它长得比较重了。像这个又有套那个报纸。种在那个田里，稻田有没有？稻田轮作的时候，有些人会种香蕉，因为它含水分。我不是过。